爷爷，咱们回家吧，我要是回去的。哦，等我回家，给我大孙子庆庆生。哦，回家喽。我已经让秋萍啊叫上舅母，回家呀，晚上一块热闹热闹。哦，我要我姐夫教我打枪，啪啪啪。爷爷，你们看那是什么东西？ 司令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海軍航空隊第15師団の撃墜を陛下直々の特攻に対する勲章に感謝です。その刀は東条英閣下が自ら持参した天皇陛下からの恩師の品、弟さんに渡すんだ。しかし、はい。しかし司令官、 弟とは一緒ではありません。君の任務は彼を探し出してここに生きて連れ戻すことだ。彼は我が軍の作戦図を持っていた。この作戦図は海軍総司令部に渡すべきは機密文書だ。 だが彼は金工上空で我が軍の中山艦の命令を無視し飛行経路を変更せずに参戦した。その結果これまでの功績に傷をつけたばかりでなく敵に撃墜され未だ消息を絶ったまんまだ。 大島君。はい。君は西部隊を指揮する中央通だ。責任逃れの汚名を防ぐ。君は一個師団を率いてこの連続一帯で大島博士の捜索に。それと同時に君をこの地域の治安警備連隊長に任命する。はい。 平时已彻夜无话，接下来长久的抗日主要就是靠游击战斗。所以，虽然咱们梁子湖游击队成立时间不久，但是江汉抗日的局面却与你们的努力密不可分。<笑>啊，听到了吧？上级对我们啊还是很重视的。咱们这儿有几十万亩的水域屏障，再加上小岛、大山的掩护。 保准能跟小日本长期周旋。干他们小日本！看来你兄妹俩已经离大哥生。根据上面密报，中山舰的官兵却击落了一架小日本的飞机，牺牲的飞行员跳伞失踪，地点就在咱们梁子湖这一带。真的？那还等什么呀？那不抓了去？下令令下。丁武，这回人家小飞已经可说对了，上级给咱们的任务。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寻找抓获这名日军飞行员。好，这事儿包在我们游击队身上。总队长，别走。
先喝。 你喝吧，先喝。大胆儿，愣着干啥呀？来喝汤。谢嫂子，我去抓几只螃蟹，中午啊，让你们尝尝鲜儿。谢谢啊，谢谢啊，连嫂。连嫂慢走啊。再见。来来来来来，我们接着说正事儿。为了更好的完成这次任务，中南局陶柱同志已经秘密委派中南局特训干部许兰同志为咱们游击队的政委，负责指导抓获 这名日军飞行员和大队长，你要全力配合许兰同志完成这次任务。丁武，嗯，哦，好。哼，哎呀，这么点事儿，有我们何队长还不放心呢？怎么还派个人呢？就是，就这点任务，我们自个儿就完成了。怎么了？上级给你们派一个有能力的、有水平的政委还不好了？好，你们两个 少雷雷，听上面的。抓住这个身上带有绝密文件的日军王牌飞行员，并将他活着送到新四军总部。这不光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抗击日军、俘获日军计划的一个缺口，对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爹，你救他干啥呀？这小日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这是条命。走吧。你这是引狼入室。哎，你这是咋的了？不分好赖。 出这么多汗，你说这小伙子长得挺端正的，这看模样也不像个杀人放火的鬼子呀。哎，这可说不好，这打仗啊，能用家狗变成野狼。老胡子，咱不怕。再说了， 这丘林和定武不是专门打鬼子的。老爷子，他手里头攥的个啥？谁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一动他的手啊，蹭一下摔手里。老爷子，你说这真要是个鬼子？ 开始！开始！嗯，我的头脑都过来！开始！嗯，我的头脑开始！快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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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奶奶，出去！开枪！开枪！开枪！打鬼子！开枪！开！七七，快跑！快跑！叫你七七夫，快跑！臭崽子！我的崽子！报告，作战部情报参谋梁乔生向您报道。情况都清楚了吗？清楚了，我们正在积极准备。江委员长非常的重视，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这个飞机。如果成功，不但重庆方面高兴，对于我们在武汉会战以来为国捐躯的将士也是一种高。乔生义不容辞，不成功则成人。我们救了你，你为啥杀我们？喂，しっかりしろ、頑張れ。もう少しだ。頑張れ。しっかりしろ。老头子，老头子，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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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你们都睁大眼睛仔细搜，一旦发现那个日本飞行员，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他。记住了，给我抓活的，咱们可得给新上任的政委送份大礼，明白吗？明白。出发。第五哥，你答应爷爷要回去庆生的。哎呀，我怎么这事儿给忘了？也来不及了，奶奶说吧啊。有人在秦山岛听到枪声了啊！有人，你们跟我走。啊，上车。
これはお前の命より大切なものだ。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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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把手。谁在奶奶？慢点，让奶奶看一下。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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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快醒醒，奶奶！我在干。那爷爷、姐姐还有七仙去哪儿啊？可能被劫持了，也许还走不远。姑娘，放过奶奶，其他人跟我来。走。上船追！上船追！快！姐姐，爷爷，爹，姐姐，爷爷，爷爷，爹，爹，姐姐，爹，姐姐，我九零八十，我就是死也要抓住这个日本人，血刃凌迟，这个畜生！
好像是东南方向。快，返回行人岛，去那边看看。台上看。大佐閣下、最高長官就任歓迎します。集合完了、命令を待ってます。沢田義雄。はい。これは城攻めではない。こんな軍勢はぶち壊すだけだ。大佐、どういうことで？兵を分散させ、小隊単位で、すべての船と兵士は隠密に行動させ、急作戦で探せ。それと、誰にも言うな。秘密を漏らせば、その場で殺す。それはしかし。すぐに行け、分かったか？はい。大佐閣下。俺に中国人の服を持ってこい。はい。私と一緒に。你这只懒猪，给我起来！把衣服给我脱掉，统统脱掉！快！你衣服脱掉！こいつら何者だ？ちなぶた、こんにちは、武士です。はい。生かしといてどうする？此人可疑，看我眼色行事。老乡，请问青山岛怎么走啊？どの部隊の方？あ、お前は日本人か？就是他。あ、啊啊啊啊啊别动！把手举起来！别开枪！干啥呢？
江湖同源，水上找吃的。想吃啥鱼？河豚有吗？河豚有毒，不能吃。我们新东家就好这一口。你是中南局派来的许兰许政委？我是，这位是老耿。哎，政委啊，我们在抓日本飞行员呢。我们已经抓到了，这儿呢。对我，狗日的，可算抓着你了。何队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必须立刻转移。把那狗日的看好了，所有人灭火，接芦苇灯。用意しろ！ここだ！撃て！ここだ！撃て！再就是失利了。马正子，何队长，他现在是我们的保护对象，我们自己人也不能伤害他。行，回去再说。上船，撤。哎，你们是什么人？お前ら一体何様だ？早く俺を降ろせ。こんなことする資格はないぞ。え、バカ！何する？啊！冲上！你不要摸，杀了我们一家人，我让你赔命！我要看到谁？还要看到谁？你碎尸万段，我也不嫌弃。看到谁？看到谁？啊！大哥啊！出来！出来！我不让他死那么舒服。明天，我要用他。血祭我们的家人。你这是要干什么？何队长，你先把人放下来。对不起了，徐政委，明天我就要把这个小鬼子给凌迟了，来血祭我的家人。你知道组织上派许兰同志来，不是要杀这个人，而是要保护这个人。老子的游击队就是杀鬼子的，见一个杀一个。要顾全大局。少跟我提大局，杀人偿命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何队长，你是个党员。党员怎么了？党员就不是人了？党员就不能为自己的亲人报仇了吗？狗日的，我让你救！闪开！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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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把他放下来，关押好。バカ野郎！お前は失敗した。無断で銃をばらし、そのせいで怪我をさせた。もしるし何かればお前は切腹して謝罪だ。お前の失敗のせいで、また計画も練り直さねばならん。もしもし、はっ！司令官、我らは飛行員の信号を派遣し捜索中です。ご安心ください。必ず広志と作戦長を無事に戻します。はっ！命令だ。はい！
告示を出せ。日本人青年が失踪、行方を通報した者に褒美を与える。全中国人を密偵に利用し、飛行員を探せ。はい。吃点吧。いらねえ。いらねえよ。お前らの飯はいらん。ここから出せ。你这鬼子乱嚎嚎什么呢？切，走。侵略者としては、自分の罪悪の代価を持って懲罰を受けるべきよ。ただ、捕虜としては、中国軍と中国人は、それなりの動機と政策を持って対応するわ。これはあなたのよね。返せ！早稲田は、一面に桜が咲いて、とても美しい場所よね。この悲惨で非人道的な戦争がなければ、あなたはきっと幸せに暮らしていた。もちろん、私も。私の母と弟は、この戦争中に、あなたたちの爆撃で死んだの。戦争は、絶え間なく生存と尊厳のための選択を迫ってくる。しかし、どんな選択をしても、人道に反してはいけない。これがあなたに水と薬を持ってくる理由なの。しかし忘れないで。あなたは自ら命の恩人の一家三人を殺した。あの男の子は、写真の中のあなたと変わらないとしよう。他们什么意思啊？泽田队长说，现在他说了不算了。我当这个维持会长，他无法保障您全家的安全。泽田不但没要咱们的进奉，反而回赠了一块金条。这封信是新任连队长写给您的。预准备侍卫集中在Liangzihu。韩部长要全力配合省长，发动所有力量打地下路，能掐住他。若能将领交代，交给日本，赏黄金百两。提供准确消息，赏黄金二十两。如果知情不报，阁下转战。这飞行员没听说呀。老爷别急，有人打探到点消息。啊？顾老爷好，哼，你他妈倒挺会攀亲戚。包老天，哎，拿着。说吧，打听什么了？我听说何丁武的未婚妻秋玲，他爷爷、他爹，还有他弟弟，一夜之间被人杀了，死得蛮惨的。蹊跷啊！莫非？是仇家杀的。这个秋玲倒是没有仇家，何丁武倒是有很多，我就是最大的一个。这维持会长，我干了，我他妈还干定了。有小日本撑腰，姓何的和这帮穷棒子游击队，都得他妈给我滚出梁子湖。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你马上约见游击队那个远亲韩大胆，想尽办法打探消息。是。老子这是一箭双雕。寻人，日本青年身高五尺有二，浓眉豹眼，是
高鼻方脸，身长体健，讲日语，懂简单汉语。10月24日，搭乘飞机不幸失事，失踪在梁子湖一带。日本政府不惜重金寻人，提供消息下落者，奖赏黄金20两。20两？真的是哇！是不是欠了？何队长，你应该相信上级，相信组织。组织暂时不杀他，不是心慈手软，而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消灭更多的敌人。行了行了，我不需要你给我上课。不过还是那句话，要想让小鬼子活着离开，除非把我杀了。好，这事先不提了。秋玲现在正是伤心难过的时候。我担心他和小飞鹰去青山岛不安全，这都一夜了，你看是不是亲自接他们回来？我咋接？都是因为你，我答应他的事儿都没做到，我还有脸见他吗？何队长，那这样，我带几个人去一趟青山岛，把他们接回来，顺便看看有没有飞行员留下的东西。有兴趣您去。老子还得他妈给他站岗。哎，大胆哥啊，你怎么老拿个麻将二饼啊？这个，我曾经因为他呀，失去过一个心爱的女人啊，所以他能提醒你，为了心爱的人，不能玩物。老母子呢？啊，让你看着这俘虏，你还挺悠闲。怎么着？我还得给他捶捶背、松松骨不成啊？哈哈，说对了，老子今天还就得给他捶捶背、松松骨。把门打开，老子要单独提审这个小鬼子。梁寒，打了俺们。老子说话不好使是吧？听队长的。开门。等等。队长同志，我知道这个小鬼子让你辛苦了，修理他还不是早晚的事儿。这样，您上屋里歇歇，我陪你聊聊天。等政委把秋玲接回来之后，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怎么样？来。是啊，队长，秋玲一个人在外边。你也放心呐、啊，这不关你的事儿。怎么就不管我的事儿啊？再说一个试试。我怎么了？再说一个试试。哎，何队长，你大胆大量。我告诉你啊，韩大胆，秋玲的事儿，你给我把心收了。哎，走，你这给我老子的面子啊！老子这心还他妈就活了起来了。啊不。你是上级派来的，先干为敬。好，干了。猪啊！哎，服了！清一色大车轮，满贯。你这秋玲啊，是我的啦！快点，快点，走！我的胆子，你不是人！抓住！玩疯了！哟，撒手！王猛子，
我赢的，他欠我的。50块大洋，把这留下。要酒精好上啊，吃吧。把人放了。秋林。兄弟，这可是你自作的，你不配秋玲。韩大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认识你。韩副队长，副队长，有人偷偷上了岛，让我们给抓住了。他说是您的亲戚，给您送信了。您过去看看。带过来。哦，大两哥，你没事吧？没事，人看好了。哎，兄弟，把人给看好了。哎，怎么了？哎，站起来！哎，到底怎么了？是。秋玲姐，别太难过了，你这样把身体都哭坏了。咱保重好身体，还得杀鬼子报仇呢。那个政委不是什么好人，他凭什么护着那个鬼子啊？他不让杀，就是死，就是一个人，要弄死那个日本人。咱回去吧，第五哥说了，给你报仇。别给我提他。和第五现在不像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服了软。嘘，别害怕，请坐。这是是你的亲人，太可惜了。你看你的脏手！脏手有吗？只不过又是味道罢了，张芒刺刃水的味道。你很愤怒，你为你的亲人，请你理解我，帮我找到我的弟弟，你的孙氏，由我们来报备。我叫你们赔命！月明，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死不能负伤，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抵抗。我很想念我的弟弟，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打开了。如果今天你不告诉我的话，我的手上很有可能
再多一个人的味道。操你祖宗小日本，有种你就杀了我。他和这事没关系，你放了他。不能说，不能说。我只知道你那个弟弟他杀了我们一家人，我要杀他报仇。道主，那你也得先找到他。你放了他，我带你们去找。如果你真帮我找到我的弟弟的话，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信号就在附近，走。止まれ、敵がいるぞ。待て。谁呀？啊！没事吧？没事。别开枪，如果不是我们，你已经没命了。小心。别追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听我给你解释。你忘了，有些人有些事儿是不需要解释的。五年了，你就不想听我解释一下吗？需要吗？真的不需要吗？对于一个你背弃的人，又何苦浪费感情？谢谢。别动，站好！小日本跑了，马上去抓了。阿磊，让你看着俘虏，你搞啥呢？问你话。来了个亲戚，说了两句话，没想到看见他还能干点啥。我告诉你，那狗日要是跑了，我一枪崩了。我对不着了，愣着干啥？救火！等等，这肯定是个小日本干的。这样，留下一些人救火，我们赶紧去后面，防止他趁乱逃跑。狗日的！大胆，带一队二队去救火，其余人跟我来。别走，别走，把枪放下，放下，放下，别走啊！哎，把他收起来，信不信我打死？能不能攻击吗？都就搞啥内容？没了地方呢？把他放下！别打！老总，哎，你干啥？救人！救！狗日的！
哎，怎么样？你找不找？はい、司令官閣下。飛行隊の具体的な行方を確認。彼はリアンズーフ遊撃隊の中に。うん。いい知らせとは言えんな。君に残されてる時間は少ない。もし時間内にできなければ。いや、司令官、状況は悪くありません。あと2日、いや1日。それまでには必ず。救援活動はやめろ。乙計画に切り替えろ。何がおかしい？私、とんでもないです。聞いたところ、大佐閣下は近いうちおそらく別の地位に護衛隊でしょう。よし。話は通じている。この刀はどうだろう？ああ。よし。こいつの家よ。しかし、聞いたところ、これは弟様への朝礼だ。残念、彼は捕虜だ。そうか。今日の思いはついてるな。俺は日本人を殺したことがない。だが、ミグミンのなら、この場でお前をぶっ殺しても全く問題ないんだぞ。そうもございません。全部大集合、襲撃の準備、全力でヒロシを救出。はい。あいつもお前は俺より幸運だが、しかし、今回は迷惑をかけてるぞ。長官、長官、怎么着？快救柳英！快快快，救人！快快！秋玲呢？日本人劫持了秋玲，队员为了救他们，两死两伤。啥？是我的责任。你的责任？这责任你担得起吗？我咋会有那么多日本人？肯定是因为那狗日的飞行员，要是早把他打死，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兄弟们，抄家伙去救人！何队长，何队长，你不能硬来，我们可以想想其他办法。还能有啥办法？对，我可以拿那狗日的飞行员去换秋玲。不行，那个日本人不能动。你到现在还护着他？徐政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伤都没有，你是不是跟日本有瓜葛？是不是？现在的形势比你想象的要严重，我们不光要面对日本人，国民党也出动了，他们有可能都是冲着这个日本飞行员来的。你现在把他送出去，就是在帮我们的敌人。哼，谁是敌人我很清楚，谁是内奸。盯着盯着，
走走走走走。何队长，面对仇恨日军的老乡和游击队，不杀是个难题，同时对于日军的搜救和迫害，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么大的事儿，你却一点伤都没有，你是不是跟日本人有瓜葛？谁是敌人我很清楚，可谁是内奸我还要好好掂量掂量。大家冷静一下。我队长，秋玲一定要救，但是这个日本人也要救。秋玲是我的女人，我之所以现在不杀这狗日的，就因为要用她去换秋玲。你和许兰一直在护着她，到底是啥意思？我老耿出生入死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杀鬼子赶走日本人。但是你要想一想，为什么梁子会突然冒出那么多鬼子，为什么会出现在青山岛，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日本人。所以上级下了死命令，要徐警备和我把他抓住，给押送到新四军总部。那这些小鬼子是从哪儿来？是谁把他们招进来的？是他招来的。这个日本飞行员不但是他们的神风英雄，而且他的身上很可能带有巨大价值的秘密情报。为了他，日本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现在可以断定，日本人、国民党都是冲着他来的，所以他不能死。何队长，我现在对你唯一的请求，就是请你让我给他治伤。哎，令武，这次就听许政委的啊，嫂子求你了。你们这都干嘛呢？放下放下。令武，何队长。何队长。行，让这狗日的多活一会儿。走。我要去美国了。是因为我的选择吗？不完全是，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择。那我们的爱情呢？你对我的承诺呢？许兰，对不起，我希望你放弃自己的选择，跟我在一起。那你能放弃你的选择吗？不能。头，有情况。飞行员自救信号地址：青山岛。通知二组，准备出发青山岛，随时待命。是。なんでだ。なんで俺を殺さん。死ぬのは怖くないのに、生きるのは怖いの。生きていればまだ他の選択ができるわ。同僚になる。こんな恥辱はない。俺たち日本人は潔いものだ。お前らは臆病者だから。中国人はこのような血は理解できないだろう。武汉空中戦ではあなたたちの戦闘機は3倍の数だったけど、それでも我々は21機も撃ち落としたわ。陳怀民、
あなたよりも若い中国飛行員は、五機もの戦闘機に包囲されたとき、あなたたちの戦闘機を撃ち落としただけでなく、被弾した後でも、落下山での避難を放棄して、自分を犠牲にしたあなたたちの戦闘機にぶつかっていった。こんな男でも、臆病と言えるの。お前は誰だ？どうして日本がわかる？どうしてこれほど苦しめる？私はごく普通の中国人の女性。あなたたちの戦略戦争が私のような人を巻き込んだの。私の父や母や弟を、もっともっと多くの中国人を殺したわ。俺たちが反日分子を消滅させるのは、米国、ソビエト、それらの軍人たちをここから追い出してアジア共栄のためなんだ。あなたの命を救って一家三人を殺したのアジアの共栄のため。あなたは生まれつきの殺人狂とは思わない。この戦争があなたを変えたの。私と弟は2年間日本で生活したの。つまりあなたの故郷よ。父は早稲田大学で教壇に立っていたわ。戦争が起きてから父は軍国派遣による中国侵略に反対する文書を出したため、軍に投獄されたわ。出獄し、帰国中の海の上で彼は亡くなった。私は戦争を嫌う。あなたの話し方は姉さんに似ている。姉さんが恋しい。じゃあ生きて、家に帰って、家族と一緒に生きて。もしも子供が、戦争が終われば、俺は故郷へ帰ってすぐに書店を開きたい。庭には姉さんの大好きな花がたくさん咲いて綺麗だろうな。でも生きて帰れるだろうか。刃物を捨てて安全同盟の一員になる。投降？そんなこと絶対できない。それなら俺は死にたい。死ぬのは怖いことじゃないわ。怖いのは何のために死ぬかわからないことよ。あなたはまだ若いわ。殺された命たちはあなたの残機を待っている。あなたの行動で殺戮を阻止する。それがあなた自身の救済だ。この人物を知ってるか？新聞で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す。日本軍正飛行員大島博士。貴様の任務は秘密裏にヤンゾフの新車団に潜入し、機密文書を奪い返すことだ。その後でこいつを。韩副长，你对我们每一晚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但是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帮我找出那个王牌飞行员，也就是我的弟弟？可以用你们抓到的、看到的球
求灵来还。你们可以找游击队的副队长韩娜的。对，要是罢了。 何队长，何队长，你到底要干什么？ 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游击队是共产党新四军的队伍，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现在把他杀了，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给他留条活路才是敌人求之不得的。老子今天就要活埋这只狼，我死去的家人报仇。何队长，别丢了。 何队伍，你这样做会后悔的。你，咱们处罚我随你们，大不了在游击队让我不干了，就让回去当胡霸水匪。老子这狗日的，如果不能将他活着交给警方，我宁愿被你们一块给埋了。这位，哎，这位，疯了！ 每个日本人去死啊！对，为了他，我可以死。好，老子今天成全你，兄弟们，他俩给我埋了。都有，老哥，你别动，这是我的选择。埋。 やめろ！俺は一この人は助けてくれ！人命有那么值钱吗？我有重要重视情报！有情况！啊！ 快快快快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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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本当にあなたを殺したいのは私たちではない。陛下が俺を表彰してくれたのに、こんなことってないだろう。あ？こんなことってないぞ！请吧，在船上。找我干啥？哪条船啊？是这个吗？
奈。你都看不起，个狗日的！队长，发现敌人的快艇从保护寺向青山岛方向开来。大家听好了，现在所有人转移进山，只要那帮狗日的敢进山围剿，咱们就把他们杀干净。我跟上，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快点！我劝你们放下武器，今天我不是来打仗的。别看你们人多，如果非要动手，你们也占不了什么便宜。梁乔生，你到底有何贵干？这是我的证件。俺有国民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下达的命令，我是来接洽移交战俘的。啊，姓梁的，想摘果子是吧？做梦！老队长，说话请自重。抱歉，梁少校。梁子湖游击队只受命于共产党新四军，不受贵军的指使。我们还有任务。请自便。等等，有什么条件你们尽管提。条件只有一个，做做哥的别当道。来，慢着，今天交不出人，你们谁也别想离开。兄弟们，抄家伙。爸，梁少校，你我各有任务，既然你的上峰说是移交，那不如让我们把俘虏先交给我们的上级，让他们在上面协调也不迟。至少现在我们让俘虏活着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吧。好，那让我看看俘虏是否活着，这要求不过分吧。何队长，让他们看看。政委。好，把小日本带来。队长，别动！打开！别动！人呢？政委。警卫。大黄员。快解开！韩大胆，一定是韩大胆偷梁换柱，劫走了飞行员。这王八蛋！真是他！毙了他！我不管你们唱的哪出，今天不交出人来，谁也别想离开！不好了！队长，政委，不好了！有好多日本兵开船到渡口了。看救流了吗？没看清。兄弟们，干了狗日的！慢着，不能硬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韩大胆，夺回飞行员。有了他，我们才能遏制日军，设法营救秋凉。你按原计划带队撤离，我带一部分人追回飞行员。我现在还分啥呀？要去一块去。走。日本人来势汹汹，一定有所准备，让我跟你们一起吧。你们至少我们抗日是一致的，可以相信他们。那我们兵分三路，不惜一切夺回飞行员。谢谢。只要你抗日，老子就认你。韩德清，告诉日本人，先放了秋玲，我再放了这小日本，我怎么宰了他。韩会长，你叫他把我弟弟带出来，让我看一眼。好的，好的，好的。大胆兄弟。太君是言而有信的啊，请你让呢咱的飞行员出来看一眼。看见了吗？我韩大胆说话算话。お兄さん、ここです。韩大胆，这个案件
你敢背叛游击队，你要是放了他，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秋玲，谁都可以骂我，你不可以。我是为了你才参加的游击队，是我汉大大的过去对不起你，但是我断指发誓戒赌从善。你好好想想，你被俘以后谁救你，还不是我汉大胆儿啊。我为了你什么都可以做，死了我都愿意。韩作清，看他们什么呢，放人。老弟，咱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商量啊。我把他给放了，你可一定得把日本人给我放回来，要不然老哥这命都没了。放人。哎，韩作清，金条呢？在呢，在呢啊。秋玲，拿着，这是你的嫁妆。我不要你带谁的臭钱。秋玲，这干净会让你看看。小日本，我操你妈啊！对不起，游击队。但是，对得起你。大胆哥，都是您的。お兄さん。お兄さん、この人を話してよ。出せ。大胆。大胆哥，
撤，有埋伏。金兵，别看，是渡口。这渡口会拉，快点！他们一定是遭遇了日本人，快！やつらを殺せ！やつらを殺せ！怎么样？带枪了吗？先撤！我不撤，你撤我掩护你。少废话！崔香。我去搞他，小心点。搞他！小妹回来，小心！站！不行，不行！老师啊，我还没洗澡，快放！哎呀，你奶奶！飞儿。狗日的！啊！啊！哎，过去！徐工！哎！快点！兵到了，兄弟们！干了狗日的！啊！杀！杀！何队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秋玲和飞行员还在鬼子手里，我们必须将他们夺回来。小鬼子船走不远，坐我的船肯定能追上。谢谢，那就让我们再次合作，一起战斗。兄弟们，有！所有人从西渡口上船，杀他娘的狗日的！为胜利的夺球！お兄さん。バカ野郎！どうして中国人に撃ち落とされる。お前は特攻隊員ではないのか。陛下自らが勲章をくださったことを忘れたのか。
ヒロシ、俺はお前に会いたかった。お兄さん、私もそうです。お母さんやお姉さんが会いたい。ところで、お前が持っていた極秘文書、作戦図はどこだ？お兄さん、すいません。私は、なく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なに？もう一度言ってみろ。命がけで、守っていましたが、でも、なく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なくした。どう説明する？これが陛下の目に留まった理由と呆れたもんだ。ああ、こんなお前みたいなもんになぜ陛下がわざわざ勲章を？ふさわしいか？いや、失格です。もともと戦争には行きたくなかったんです。そうか。これが何かわかるか？陛下からお前に与えてくださった栄誉ある刀だ。この刀にお前はふさわしい男か？何が兄さんをこうさせてるんですか？戦争が人を変えてしまった。そこまで憎いなら私を殺してください。よし、ヒロシ、お前を憎んではいない。しかし、軍法が許さないのだ！救援活動はやめろ。お付け紙に切り替えろ。捕虜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を後悔はしていません。後悔しているのは救ってくれた家族を殺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です。何？今何と言った？母さんや姉さんに会えなかったことが残念だ。この戦争に来ていることが残念でしょうがない。戦争は我々を冷血な殺人鬼に変えてしまった。もしそんなに人を殺したければ、この弟から殺してみろ。殺してみろよ、バカモンが。起こせ。動くな。動けば爆発させるぞ。ヒロシ、俺はお前の兄貴だ。それを下ろせ。大島優、その刀をこっちによこせ。よし、これはお前のものだ。落ち着け。
みんなが来た。戦闘準備。实在对不起。快。快逃水。就叫鼠狼。快逃水。バカ野郎。殺せ。共に行くぞ。令武，江晚，谢谢。杨少爷，我们都没完成任务，可是也许这是个不错的结局。有人说，战争的终结就是死亡。不，还有胜利。胜利应该属于那些有能力守护和平的人。政委，你俩说的这是啥呀？太深奥了，没听懂啊。那就赶快跟着许政委好好学吧。行，向政委学习。来。这个你还记得吗？你早就应该还给我了。不，我是想告诉你，我一直保存的，并且我会永远把它带在身上。也好，只不过是个纪念罢了。祝你们胜利，保重。保重了。保重。兄弟，船不要了，送你们了，谢谢。没想到这结局是这样。那个日本飞行员也帮了我们一把。哎，政委，咱们怎么向上级交代？不知道，看来那份秘密文件只能成为秘密了。你们说的是这个吗？日军海空作战图。这从哪来的？这是大胆哥生前给我的。其实大胆哥他不算坏，他还真算个爷们儿。何队长，走吧。兄弟们，出发。大家快点。
Thank you.